请问，这是两个双胞姐妹吧？是的，问老爷爷好。老爷爷好。孩子好。跟老爷爷再见。老爷爷再见。哎哎，再见。紫梅花，紫梅花，勾起往事细如麻，归国不见亲人面，只恨他天涯。往事历历难回顾，波光水酒家，姊妹，中州前生。什么霜？斗什么雪？啊！我去你大爷！臭卖唱的，嘿！哎，我看你还唱不唱？去！嘿！他妈的打！我打！嘿！啊！哈哈哈哈不要怕嘛，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秋龙啊，你欺人太甚了。玉体美君，他妈的，你敢跟老子动手？玉婷，
啊！啊！你啊！啊！啊！师弟，快上船吧！弟妹，快放叶青走吧，抓住就完了。贝玉，你自己要多保重。师哥，师嫂，我走了以后，秋龙还会对美玉下毒手的，我就把他们母女拜托给你们了。快起来，放心吧，我们马上把美玉和孩子都送到上海扎北我姑妈家去。我们也搬去，躲过这种风口，你到扎北来找我们。让我再看一眼孩子。孩子，爸爸对不起你们的。玉玉，老先生，哦，周先生，我到处找你呀、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您要找的亲人已经有了新的线索了。是吗？快说说看。你先别急，我们领导请您今晚务必去听一场评弹演出，演出以后再跟你谈。请看，这是请帖。好啊，很想再听一听家乡的声音呢、啊。郭老先生，请上车吧。好。郭老先生，谢谢。演出就在这儿。梅花金，
到深恩恩兵荒马乱去的谁来了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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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慧娟，慧娟，美玉，美玉，师哥，师嫂，别要了，慧娟，慧娟，慧娟。阿姐，你到这儿来坐吧。来，来，孩子有一岁了吧？嗯、叫什么名儿？白梅，她还有一个妹妹叫红梅。哦，哎，怎么她爸爸没跟你在一起？被人逼跑了，我的红梅，红梅，她骑着马找她爸爸去了。哎呀！我的孩子，红梅，我的孩子，红梅，我的孩子，哎呦，我的孩子，红梅，我的孩子呀，我的孩子，阿姐，车开着，你的孩子啊！Thank you.
孩子。好，让妈快绣吧，明天还到绣庄交活呢。妈妈，我想绣花，你教我绣好吗？好，等妈给你做个绣花绷就教你绣。妈妈，好妈妈。阿梅，去帮妈把药罐倒了啊。哎，现在就教你绣。哎，这几天你学会匹线了吗？嗯。拿，你匹给妈看看吧。哎。许畅，爸爸，爸爸。老受人欺负，以后不要唱了。我替您唱，我会挣钱养您了。啊，爸爸，你说什么？我替您唱。不，你不能唱。我走错了路，你不能啊。这儿待不下去了，明天跟我到吴镇跑码头去。在这等着我，我进去交活啊。来看看吧，小孩，买一碗啊。走走，放开，走，阿梅，走。爸爸，爸爸，
阿妹。爸爸，你不要去，他们要打你的。不要怕，我去去就来，你快回书场等我啊。爸爸，我陪你一块去。滚过来，你看，阿梅，走，阿梅。孩子，别怕，他们抓你爸爸就是为了要钱，我去借钱。阿梅，等我回来。快走。叔叔，伯伯，我爸爸被人抓走了，说送去钱才能放回来。我唱了歌，大家给我一点钱，救我爸爸出来吧。我没有钱给你，我自己绣了一朵梅花送你行吗？呀，你绣的真好，我最喜欢梅花了，真谢谢你了。不用谢。你几岁了？我九岁了。你呢？我也九岁。阿梅。哎，是我妈喊我呢，我去了，等会儿再来看你哦。阿梅，爸爸。阿梅，爸爸。阿梅，爸爸，我有钱救你了。钱？你哪弄来的钱？你出来卖唱了？我不要你唱，不要你的钱。
怎么，扎手了吧？不，不。啊，快看看出血了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你绣得真好。不，我绣得不好。不，你绣得很好。啊，让我看看行吗？请您不要笑我。是你自己画的？不，我不会画。哦，你要自己会画，就一定能绣得更好。哎，你的家就住在这附近吗？是。表哥，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？你找我干什么？这个村丫头是谁呀？啊，一个绣花姑娘，她绣得真美呀。哼，一个穷绣花还值得你夸？请等一下。您找我？果然是你啊，找得我好苦啊。哦，是您？是我，是我。我是给你送几张刺绣画稿来的。你看，喜欢吗？您画得真好。你要喜欢，全都送给你吧。那太谢谢您了，先生。啊，不，我不是先生，我是学生。哦，是的，先生。瞧你。以后我再送点别的画稿给你。啊，我该回城去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能告诉我吗？我叫白梅。哦，先生，那您？我叫石磊。你看，石头的石，磊。好了，我该回城去了。哎，你的家就在这儿？是的，先生，我家就住在这儿附近。哦，你能到家喝点水吗？我正渴，正渴望着。喝吧。白梅，这也是你绣的吗？啊，这不是我绣的，听妈妈说是过去逃难的时候从一个疯女人手里捡来的。哦，是吗，妈妈？是啊，那个女人实在可怜，丈夫被人逼走了，战乱中又丢了俩孩子，她急疯了，就从悬崖上跳下去，
我很喜欢这幅绣品，一直都想仿照它再绣一幅完整的，可就是想象不出原来的样子。白梅，要是我能仿照它再画一幅新图，你来绣好吗？那太好了，你画我绣。我想在这里再绣一朵花，你看看好吗？啊，哎呦，哎呀，出血了吧？啊，真出血了。哎，来，哎，情丝来，情丝绵绵愁不尽，眉珠同心永相爱。春春的寒梅开，引出那情丝来，阿哥阿妹心相依，永远不分开，还永远不分开，永远不分开。这些是城关的绣品，这些是吴镇乡下收上来的。好，赶快发到南洋去。是，就发。最近呢，国际上要召开一个工艺品博览会，我想啊，在苏绣中选几幅上等好品送去竞选，如果能争得金奖，就可以名扬天下了。那太太何不亲自绣几幅参加竞选呢？我整天陪她应酬，哪做得像。不过这一次我倒想试试。那好啊，太太的绣艺早就名冠苏杭了，这回啊，一定能独占鳌头，名扬天下的。冯经理啊，这少爷要结婚，请秀娘的事儿是不是啊？啊，黄仁呐，哎，你看乡下有合适的人吗？这个香薛海梅村倒是有两个巧手。舅舅、哦、舅妈，是丽华来了。丽华小姐来了。舅舅、啊、舅妈，来，快来坐。你在美专的课程怎么样？和磊儿相处的还好吗？课程一般，表哥好多天不在学校，
我怕他生病在家，特意来看看他。你表哥没有生病在家呀？怎么回事啊？磊儿不在学校，又不在家，是不是在社会上结交了什么人了？不是的，只是……哎，你有话直说嘛。你和磊儿的关系也不一般了，说出来舅舅会替你做主的。表哥近来常去乡下。他到乡下去做什么？春天到乡学海写生，表哥认识一个琼绣花，不知道怎么被他迷住了，还常去给他画像，可对我啊，给个琼绣花画像。少爷在屋吗？嗯、啊，哦，总经理让你马上回去一下。好。哎呦，好。我在苏州、上海以至南洋苦心经营，希望你继承祖业，光耀门庭。没想到你不务正业，竟跟琼绣花勾搭。这成何体统啊！我只是追求艺术，追求真善美嘛。乡下有什么艺术？一个琼绣花有什么真善美？总经理，好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少爷的作业全部拿来了，拿来我看。这都是少爷的作业。这就是你的学业，哼！我叫你真善美，我就是不让你接近那个琼绣花。我叫你马上离开苏州，到广州去。你叫夏月清吗？是。听说你双档唱得不错啊。先生，我一向是单档。是，他一向单档。子去。是。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听说她才貌双全，曲调惊人呢啊。小女年幼，从没学过唱。我可是慕名而来啊。那怕是接人误传吧。误传也罢，实情也罢，我既然来了，就得叫你女儿出来见见，随便唱个什么吧。先生，我女儿年幼，实在不会唱，
你们就让我唱吧，唱多久也行。你他妈就是唱死了，谁听你的？哼，我们老爷是为你来的吗？啊？可总不能逼我的女儿吧？谁逼你女儿了？去你妈的！不许打人！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孩子，没你的事，快回家去。不，我扶你一起回去。站住！哪儿去？回家去。回家去，今天不唱得我们老爷开心，叫你有家也回不去，唱。你们这是逼命来了，我就是死也不让他唱。好啊，哼，那就对不住你了。不许动手。我唱。孩子，你不能唱，唱不得。今天是红梅姑娘首次破口登台，大家都要肃静啊，捧场啊！哎，大家捧捧场，坐下啊，捧场啊！哎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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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一副歌喉啊。嗯，今天红梅姑娘不负我邱某，好好好。把钱给她留下，是给姑娘做套新衣裳，是改日我再来听唱啊。孩子，爸爸我老了，死了也罢，
可你不该唱啊。不，爸爸，您一辈子受尽了委屈，我都没能替您承受。现在我长大了，爸爸，您就让我唱吧，我能赚钱养您老。你唱。我绝不让你再唱。爸爸，你是个女孩子，你怎么知道吃这碗开口饭的难处？就是你的亲爸爸，不也是被这个人逼得家破人亡吗？我的亲爸爸，你看，白梅姑娘来了，哈哈，快进来进来进来。哎，甄经理，您验货吧。哎，不忙不忙。白梅姑娘，我告诉你件好事儿，咱们杜总经理家要请个绣娘，你心灵手巧，我可是推荐了你呀。啊，我妈病了，我哪儿也不能去。哎，杜总经理家那可是难得去的呀。啊，我不去。哼，拿起架子来，哼！啊，白梅，你怎么把这样绣品也给送来了？我不小心，已经擦干净了。绣庄的规矩，你不是不知道，绣坏了要重绣。弄脏了绣地要照价赔偿的，拿回去吧。还有，告诉你妈妈，把欠绣庄的那笔钱也马上送来。别哭。芬嫂在家吗？谁呀？我郑怀仁。郑经理。哦，白梅姑娘啊，你妈的病好一些吗？那笔钱能不能还呢？啊？我妈病得很重，您就宽限几天吧。宽限几天就有钱了？啊？你想想，你妈的病不治行吗？欠绣庄的钱不还能行吗？你身为孝女，你怎么能不管呢？我家没有钱。你去当绣娘，不就有钱了吗？张经理，欠的钱
我还。你不能逼我的孩子啊。你这什么话呢？好，那就还钱吧。你妈妈妈妈妈妈，带来了你的亲手绣样了吗？带来了，带来了，快呈给太太过目。你妈太太，这是新来的绣娘，你领她进去吧。是太太。姑娘，跟我来吧。太太，您先看看我的绣样。不急，先放在这儿吧。那我……你先下去吧，等我看完了让人还给你。先跟我来吧，姑娘。这姑娘心灵手巧，绣的东西保证少爷满意。哦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不送，请留步。哎，这个姑娘很面熟啊。你面熟的姑娘也太多了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你是扯到哪儿去了吗？哎，走吧。哎呀，真是一幅绝妙的佳作呀，这要拿到国际博览会一定能得精致大奖。以后啊你就在这儿绣。哦，太太也会绣的，她很会挑剔，你要处处小心。啊，你真想露一手？是啊，要是能在这次国际博览会得上个头奖，那我就是全世界的苏绣皇后了。那你还能超得过琼绣花？怎么样，鬼丫头，满意了吧？只是，还只是什么？表哥，你舅舅明天拍电报，让他回来。他说时局不稳，让你们尽快结婚，再到国外去。
舅妈。孩子，李妈，快歇歇吧。哎，哪能天天从鬼叫嗅到鸡叫啊，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。李妈，我刚来时交给太太一副我的亲手绣样，怎么太太还不还我呢？怕是她急忘了，账快打到这边来了，老爷太太啊着急着呢。昨天已将共军足以长江以北。国际博览会已经开幕这么多天了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这次博览会嘛，规模宏大，许多国家都送去了精致的手工艺品啊。唉，看来这顶皇冠不一定落到我的头上了。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总经理，太太，恭喜你啊，你的绣品荣获国际金质奖了。松年呐，我当上了苏绣皇后了。哎呦，祝贺姚女士荣获国际金奖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诸位光临啊！谢谢诸位，全托诸位的福了。请请请请请，为祝贺干杯！好，老请，来来来，赶快动筷，请啊请啊请啊！不客气不客气，请不客气啊！来。谢谢谢谢。孩子，你妈，太太的绣品在国际上得奖了，快跟我去看看，快。不行，太太不让我下楼。不怕的，帮我端菜，快走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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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他他我我都说这这是一百一百嘞，快！哎，大哥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在这儿碰到您了。哎呀，您这真的好啊！来来来，原来是，好久没见了。太太，真不愧为是苏绣皇后啊！啊，请请请请请，杜太太的一幅图就征服了全世界啊！真是了不起，这是我的，是我绣的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绣的。啊？是你绣的？嗯。啊！诸位。这个女佣人说这幅图是她绣的。什么什么怎么问呢？问问呢？是你绣的？你你也会刺绣？你也想当苏绣皇后啊？那个女的在黑的黑我。哎呀，看看那个有您干的真细的呀。哎呀，太太，有人要夺你的皇后宝座，快去看看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太太，他们说这图还不下去。你怎么能到这儿来？快带他下去，快，抬头抬头，快走走。太太太太，
你这位女佣人怎么回事啊？她神经病。哦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请来请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先生们，来来来，坐坐。静妈，哦，丽华来了，恭喜你，我来迟了一步。我的心肝儿，也恭喜你了，你表哥今天晚上就到家了，还是祝你们双喜临门吧。谢谢，来，干。太太，嗯，你说看惯了要还我的。混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还不下去。太太，求求您还给我。啊，是你，你认识他？他就是那个迷住表哥的琼秀花。啊，是他。这幅图是我用心血绣的，太太你不能动我的。哎，这图是偷的啊，是抢的。什么？我夺你的？不要脸！你倒是说话呀！现在满城风雨。愚蠢呐、啊！刚才丽花跟你说什么？她说白眉就是迷住磊儿那个琼秀花。啊、哦，怪不得这么面熟呢，原来画的都是他呀！不好，磊儿今天晚上回来，他们要是见了面，那赶快把他送到乡下去。到乡下也封不住他的嘴呀、啊！你不会把他嘴堵上，关在后花园，说他有神经病？对。哎呦，太太！啊，总经理，少爷回来了。啊！少爷回来了，啊，少爷，您早点休息吧。明天还要办喜事呢。办什么喜事？你跟丽华小姐结婚呢。结婚？啊，怎么？你？哎，电报上不是说，太太病重吗？病重？啊。李妈，你快告诉我。这幅梅族图他们是从哪弄来的？这快告诉我吧，李妈。是谁呀、啊、三更半夜的还在那哭。太太给你请的绣娘今天见了这幅图，她说是她绣的，给太太打了。什么？她说是她绣的？她是什么地方人？香雪海的梅村。啊，梅村、嗯、多大岁数？十九。十九、哦、李妈快领我去看他。哎，阿梅，阿梅，你回过身来。啊，是你？是我，我回来了。磊，阿梅。广州读书去了，路太远了。你几时回来的？怎么会到这里来找我们？我刚下火车，我还不知道你在这呢。这儿
就是我的家呀。这是你的家啊，你是这家的少爷。我这你听我说呀。怎么说？你明天就要结婚了。我来这里当绣娘都是为了你。不，谁说我要结婚的？阿梅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你不要说了，我太傻了，太傻了，你们都在骗我，在骗我。阿梅，你不要这样。阿梅，阿梅，你听我说呀。少爷，阿梅，少爷，总经理的请你。阿梅，你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。阿梅，你听我说呀。我不听，我什么都不听。阿梅，你要冷静，等着我回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们医生都在骗，骗够了别人就来骗我，现在又去骗一个纯洁的姑娘，你们夺走她的梅竹图，到国外去盗名窃玉，你们还有人性吗？住口！你也是神经病，我把你也关起来。是做亲家还是做冤家啊？不说话就是愿意喽啊。红梅啊，到我家里来享享福吧啊。秋龙，秋龙，你逼人太甚了。逼你要怎么样？不识抬举。爸爸，我的乖乖，过来吧，过来过来啊。秋龙，十八年前你逼跑了他爸爸，害死了他妈妈，今天你又来坑害他们的孩子。哦，原来你就是美玉的孩子。好，那么你就代替你妈妈还了我这笔风流债吧。还债还债。秋荣，跟你拼了！
追！孩子，他们要害你，你快走，快，快！出了城，赶快回家啊！谢谢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，快别这么说，赶快逃命要紧，快走，你快走呀，李妈，李妈，不要怕，我和家里决裂了，我要和你一起走。你要相信我呀，我去把梅族图拿来，绝不能留给他们。哦，你跟我来。你先在这儿躲一会儿，等着我啊。阿梅，阿梅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，你拿到后面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样？哎，还没找到了没有？没有，连梅竹图也不见了，一定是白梅图了梅竹图跑掉了，快去救火，一定要抓回来！阿毛，快跟我走啊！你往哪儿跑？那不是，不是管家，白眉抓住了。你那不是白眉，拉回去再说。走走，那不是。
艾梅，我现在放你回家去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梅珠图藏哪儿了。什么图我不知道。我不是白梅。哼，你还装傻，快说。你说呀。钱给你，我自己绣了一朵梅花送你行吗？没事，共军已经过了长江了，快走吧，我的太太，快走，快走，快快快，孩子啊，阿飞，阿飞，阿飞，孩子啊，妈妈，妈妈，阿飞，苦了你了，孩子，妈妈。妈妈，孩儿不孝，不能让您老了，您让人家要自己保重啊。官府瞎了眼呐，瞎了眼呐。他们说我是张平堂的，还说我杀了人，他们判我死刑。妈妈，我不能给你让人家走重了。我的孩子，冤枉啊，孩子啊，孩子，这个妈带来给你，今天
要告诉你，绣这块梅花巾的就是你的亲妈妈。我找不见你的爸爸和妹妹，今天你就带着他到阴间找妈妈相认吧。啊，妈妈，妈妈，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，真想不到。妈妈，夏红梅，出来！夏红梅，出来！好妹妹，你拉姐姐去吧。你我长了这么大，姐姐还没为你做过一件事，这次就让姐姐去吧。姐姐残废了，再不能绣花了，我去找咱们的妈妈，你留下来去找爸爸啊。好妹妹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好妹妹，我去了。社会阴差阳错，把一个清清白白的绣花姑娘推上了断头台。谁不为白眉的命运悲愤？谁不为这一对苦难的姐妹鸣不平？哎，说来也巧，就在白眉被押赴刑场这一天，苏州解放了，白眉得救了。他得救了，红梅也得救了。人民政府治好了白眉的手，也治好了红梅的喉，他又能放声歌唱了。
是安慰。下面一个节目，京剧《三岔口》。小刚，往上点了啊！喂，阿梅。哎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评弹的？我还以为认错人呢。解放前，你生我的气，在后花园，你没等我就走了。阿梅，现在解放了，我们应该应该好好的谈谈了。好吧，谈谈吧。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？啊啊，这地方真美啊。想起来了吧？嗯，想起什么？这地方我从来没来过。哎呀，阿梅，去年我就在这画画，你不就从那儿啊？吃苦了，半块梅花金在我这儿。孩子，
中州前生贵。什么霜斗什么雪啊，我去你妈的，臭卖唱的，嘿，哎，我看你还唱不唱，去给你，嘿，他妈的打我打嘿啊不要怕嘛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秋龙啊，你欺人太甚了。玉婷，美玉。
八姐。他妈的，你敢跟老子动手？啊！师弟，快上船吧。弟妹，快放叶听走吧，抓住就完了。贝玉，你自己要多保重。师哥，师嫂，我走了以后，囚笼还会对美玉下毒手的。我就把他们母女拜托给你们了。快起来。放心吧，我们马上把美玉和孩子都送到上海扎北我姑妈家去。我们也搬去，躲过这种风口，你到扎北来找我们。嗯，让我再看一眼孩子。孩子，爸爸对不起你们的。你听，快走，这块棉花巾你带着，我和孩子都等着你回来。美玉，这是两个双胞姐妹吧？是的，问老爷爷好。老爷爷好。孩子好。跟老爷爷再见。老爷爷再见。哎哎，再见。再跟老爷爷再见。老爷爷再见。姊妹花，姊妹花，勾起往事心如麻，归国不见亲人面，只恨当年走天涯，恨当年走天涯。往
是离离难回顾，波光水往事历历难回顾，波光水郭老先生。哦，周先生，我到处找你呀、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您要找的亲人已经有了新的线索了。是吗？快说说看。你先别急，我们领导请您今晚务必去听一场评弹演出，演出以后再跟你谈。请看，这是请帖。好啊，很想再听一听家乡的声音呢、啊。郭老先生，请上车吧。好。郭老先生，谢谢。演出就在这儿。金，落花温。